自己把自己当回事，太当回事了。那你当然了，但你那一点良知你们都没有，太有意思啊！你们有良知吗？你们书都入口肚里去了。这个先生，不要吃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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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看，还加油啊！哎，请问您是郑州哥吗？快死了！请问您是郑州哥吗？能出来的呀！太太，他加油啊！他加油啊！腐败加油！我是郑州市华侨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一丁点罪都没有。他把我抓到黑牢里，关到政府的三楼，用保安关着，老脸不好意思，而且还在一个月叫我交15,000块钱。看看你手，看看，谁跟他找联系？是我们干，看到吗？是我们干的，你一定帮修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还站错队了，对不起啊！你一定帮修，不要跟好上级，上级不会抓你。我站错队，我站哪个队伍？哦，你挡着我，我站哪个队伍？你挡着我了，你挡着我了，对不起，挡着我。我站哪个队伍？你让我站哪个队伍？我别碰，别碰。你是文革呀，你是干文化大革命啊，还想站错队伍啊？我们的敬业，你们的文革。那你们问什么？问什么呀？啊？问啥呀？你们的明天就是我的今天，你们将来的下场就是我。你还好意思哭你？好了好了，你好意思哭？看看这手，你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家奴，看看。好，看到吗？我们来给下一代，知道吗？他们没有耻辱感。我是郑州市第一个跟着邓小平下海经商的。我不相信你，我也是郑州市的，我不相信你。你不欢迎我？我不相信你，我也是郑州市的。你不相信我？我不相信你。华侨公司徐定生，你不相信？在网上查一查。你在网上查一查。你站错地方了。你报报你，报报你的名字。我叫徐定生，你叫什么？说。你站错地方了。你说，我叫徐定生啊。我叫苑哲，我叫苑哲。苑哲，你站错地方了。字。对不起，你站错地方。姓什么？这你不应该站在这里啊！站的不是这个地方。我不应该到这里，我要哪里？你回站到哪里？我告了10年不还。你在美国，在这干什么？我在美国干什么？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在中国，你在美国干什么？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在美国干什么？你站错地方了！我啊！郑州市的徐定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报我名字，咱俩。好，我报给你啊！我叫岳成，我报给你啊！岳成，岳成，我报给你啊！你爸爸是干嘛的？我报给你啊！不想听，贪官。你爸爸是干嘛的？你怎么会到美国来？你哪来的钱在这念书的？对呀，你说来，从哪里来的钱？个人问题。贪官，说从哪里来的？什么个人问题？贪官，从哪里来的钱？不受教养。你爸爸到美国上哪里？你爸爸叫我们郑州在这里读书，在哪里读的？哪里来的钱？贪官啊！你爸爸干嘛的？贪官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袁成，贪官，袁成，没有贪官。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人肉搜索。你还敢造谣？你是郑州干嘛的？干嘛的？郑州的袁成，我记住你了。腐败分子，我小贪官的儿子，我第一个乖儿子，他妈的狗日的贪官的儿子，贪官的儿子，你还郑州的袁成？到美国干嘛来了？啊，被货了！你还郑州的袁成？什么鸡巴玩意啊！我是郑州华侨公司的，我第一个跟邓小平下海，你好，我几十个亿的资产，你爸爸是不是叫你什么？要谁跟你吵啊？他跟我吵，我再跟他吵。他爸是李刚，他爸是李刚，他爸是李刚吧？是李刚，是不是？钱掉了，钱掉了，钱掉了，把你中领馆，中领馆领钱去啊！中领馆领钱去啊！你留着吧，中领馆领钱去吧啊！袁成，看我的后代，你爸不是李刚，叫袁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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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吕刚，爸爸是吕刚。你不相信我，我不叫你相信我。没声音了，你爸爸吕刚讲没讲错？没声音了。哎呀，这么重的午饭下场，我给他装起来。一帮小贪官的儿子儿女们。
刚，李刚。司法公正，司法公正，依法治国，依法治国。
还就是搞得好像工作积极有余了，这不得了了，你知道吧？彪子养的。你这么讲，你都看着我的样子了吗？我就想听你，啥意思？你是挑战老爷子？你不相信老爷子是吧？啊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愿意。你父亲教你跟老人家说话掐腰啊？没事，你把你的手放下，一点礼貌都没有呢，怎么？我想听听。你想听就跟你讲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愿意听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他也是哪个中央的儿子？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哪个中央的儿子？不让我。你是哪个中央的儿子？我周围都不让你讲。不是，你是哪个中央？你看看你的身份。你刚才呀、啊，你的身份看出来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你把身份看出来，不要脸。啊，你把身份看出来，他要讲嘛，先把身份看出来。所以不懂得讲什么的，他身份先那样出来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奶奶的？是你爸爸是什么奶奶？你做什么的？你是周永康的儿子，很像啊，像周永康的儿子，像不像周永康的儿子？你是不是周永康的儿子？永康的儿子照了没有？就这两条，第一条关我黑牢，就是把我抓起来，把我抓起来没有抓捕的理由，就把我关在区政府的。中原区，我上面写的很清楚，他们都是中原区，关到中原区的，家属院的三楼，看着铁栏杆。中原区的，中原区法院、中原区监狱的家属院都是监狱，他关不到我。习近平，解放军。习近平，解放军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please, thank you. 加油！司法公正。司法公正。依法治国。依法治国。